要操纵者啊，刚才表现的武打基本是他作为主要操纵，他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他曾经到许多国家进行表演啊。好，你请坐。再介绍这个董师傅。董师傅的话呢，他是剧的主唱，当地成为前手。前手就是主要演员，那么这个刚才卖杂货里边的男角、女角，还有一些这个武将里的韩天化，已经都是由他一个人进行演唱的。后面两位呢，是一个是负责弦乐，一个是负责打击乐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再让他们给我们演唱一小段，我们看他如何表演的。好，开始。谢谢他们精彩表演。